你不用担心，我来之前已经去见过他们，把我们上错花轿的事情也告诉了二老。二老也很担心你，交代我转告你，让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真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能够快点过去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不知细叶谁裁出？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等我干嘛？我和冰燕姐有好多话要聊，要不是她赶我，我还不想回来呢。那我岂不就独守空房，可怜死了？哼，你可怜？有我这个假冰燕，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，可怜什么？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，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。可是现在她是她的。她和她遇到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皇上已经下旨要昭元不屈当驸马爷，让他娶昌平公主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。不过碧燕姐想出了一个好法子，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，袁不屈正按照他的法子实施呢。那就好。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还是他的，你也还是我的，他不会是我的，你也不会是他的。什么你我他呀，就你贫嘴，睡觉去。哎，你等等。你怎么了？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